人生就像一场泡泡。这是我表弟，叫毛十八，喜欢倒腾电器，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发明家，在发明的路途上老是闯祸，我成功吸引了人民女警察荔枝的注意。毛十八，这个月炸了13次。毛十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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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弱了。毛十八，你没事惹什么警察呢？毛十八，泡死你！喊他，他说你在泡我，在玩制服诱惑。毛十八和荔枝谈起了恋爱，这王八蛋居然把一辈子的智商都用在了谈恋爱上。晚上再来收拾你。我为你做的。我是荔枝和毛十八的专用导航仪。荔枝，以后不怕了，我会在这个导航仪里面一直陪着你。我要给荔枝最好的生活。你说为女人改变自己一生，值得吗？值得。荔枝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！你可以嫁给我吗？陈明老师，你哭了？谁才哭？